关节出血，但是我一看到关节这样肿大的，他可能是肌肉出血了。他说可以治，可以不治。我说我决定了，明天给孩子去治吧。咱们再苦也不能苦着孩子。幸好这两天啊，这两天咱们直播间的好心人呢，给梅子也送了一些啊，真的是救助了一些。明天呢，领着孩子去看病了，给孩子去把这个病先看着。以后呢，慢慢在平台上录你，给孩子争取呢，能争取呢，咱们多挣一分米，给孩子啊，以后能够长期把这个种药啊，能够把这种药用得起。啊，把孩子传上，小哥哥啊。你们的赞、你们的支持、你们的红心啊、你们的关注，就是对梅子最大的支持啊！咱们大家啊，都可以齐心帮助一下梅子。我隔壁邻居小孩也是这样的病，就是这个病麻烦得很。现在医学上，你说咱们花多少米，有医学上能有药品把这个病完全看好是，咱们有希望。咱们不管是戒呀，是戴呀，是乞讨，娃娃吃完了这样，你喝上些水吗？今天咋这种咋没刮货了？我昨天心情激动啊，有点激动。昨天孩子生病，我情绪有点激动。完了，直播间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情绪不稳定，哭了。所以这两天呢，就那个平台不允许刮了，过两天才能刮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哎，对，小心点啊。尽量说普通话，哎，好，我给咱们大家尽量说普通话啊。这儿有水水的，有茶的，爸爸冻的茶喝不喝？这儿有一块有那个铁房子吧，就是土房子，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就是十叶草吧，十叶草的根那个根茎，它那个啥人气上了，现在下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七八千呢，就运气这东西有时候高，有时候低。我也保持不了，一直人气高。谢谢大家能够支持梅子啊，给咱们帮上的记住。哎，哥哥啊，哥哥在那儿。哥哥去爷爷呢。梅子真可怜。咦，咱们现在真的是啊，真的是我们这边，我老公最怕别人说我们可怜了啊。现在真的是可怜的人，把老祖宗懒吃了。你说现在啊，现在好吗？看我们的穿着啊，穿着住的房，你们觉得挺好的。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啊，就是这空壳子，只不过是个空壳子。房子呢是政府的帮助下盖的危房，穿的衣服好心人送的。现在需要给孩子看病，需要人啊，需要就是几十万、几百万都啊，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都可能是啊，九牛一毛，都可能给你们用完。正常用上药的话，一会的费的啊，一会费的米就是多的，咱们没办法说。一次用药可能得几千以上呢。一瓶药的话，现在是最少的含量最低的嘛，是的，200单位的嘛，一瓶是400米嘛。以后用药的话，就是300单位的最普通的300单位的药，一瓶是800米嘛。咱们如果用的国外啊特效药的话，那个艾美方小撒，艾美赛珠单抗那个药用上的话，那一瓶药就是8100米。完了，跟你能报多少，咱们还说不上。孩子的病不能耽误，谢谢榜一哥啊！就是我说孩子，咱们苦自己，不能苦孩子。明天给孩子领到南大医院去，把那个因子给输上。人家啊，人家血液科的贾明峰大夫说可输不可输，就是输。